看看新闻网。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影片《月之王国》的豪华阵容可是一大看点。今天下午1点，布努斯·威尼斯、爱德华·诺顿等众演员就一起出现在电影宫，参加了电影的全球发布会。在戛纳电影节65岁之际，选择《月升王国》这样一部儿童喜剧片作为开幕电影，似乎让年过花甲的戛纳又焕发了青春。这部作品出自导演韦斯·安德森之手，讲述了小岛上一个参加童子军的孤儿与一个女孩展开了爱与逃亡的故事。别克男女一号是两个小不点，但事实上这次来配戏的大绿叶们可个个是腕。好莱坞老牌明星布鲁斯·威利斯、爱德华·诺顿、奥斯卡最佳女配角蒂尔达·斯温顿都非常抢镜。就在电影节开幕第一天，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会也齐齐亮相。这次的评委会主席落到了意大利导演兼演员南尼·莫雷蒂的身上，而凭借托洛伊走红的德国女演员戴安娜·克鲁格、猜火车中的伊万·麦格雷格以及法国设计大师让·保罗·戈尔杰等人，也将辅佐评审主席为今年的金棕榈大奖找到主人。娱乐新天地陈杰、张丽人，法国戛纳报道。